今天呢，对于很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来说，那是十年寒窗苦，一朝解分晓。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是，十年磨一剑，今日是锋芒。你好像一直提到十年，这是个关键词是吗？啊，那你是不是学了十年的音乐？是专业学习吗？哪给说什么专业的了，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嗯，然后那会儿呢也没有条件学嘛，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们地方的那些戏班子的老师出去演出，嗯，刚开始就听他们唱嘛，然后后来自己也瞎琢磨，就那儿瞎喊瞎唱，就这样就慢慢学了差不多十年。你就是等于是跟着人家去演出，人家在舞台上唱，你在台下听。对，你等于就是唱歌，你是听别人唱，自己这样慢慢学会的。啊，对对，啊，刚开始反正就在农村里面唱嘛，就对着大山唱，然后后来就到了县里面，嗯，到县里唱，又到了延安市，嗯，今天唱到了这么大的舞台上。那你看你这么多年，虽然说是跟着演出队到处走，但你等于也是在舞台上这样慢慢长大的，嗯，你等于有多年的舞台的一个历练，那你对于舞台来说应该不紧张也不陌生啊。那今天到歌颂黄河来比赛，你有没有信心拿到好的成绩？嗯，信心我还是有了，嗯，说实话，但是我还是可紧张了。为了缓解你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当然我觉得也有很有可能增加你紧张的情绪，就是我们给你准备了一段视频，来你看一下。我刚说了啊，那这个是你的家乡的乡亲们给你加油的一个视频，特意给你录的，还弄了一小段表演。我们本意是想缓解你紧张的情绪，但我不知道你看了以后，你觉得有没有放松一点，还是更紧张？我觉得更紧张了。我更紧张了，我们错了，早知道你唱完了我再给你放。谢谢，但是呢，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我身后有这么多的乡亲们在给我加油，支持我，鼓励我。我一定会加油的，把所有的紧张化为你的动力。好，开始你的比赛，加油。乡亲们，你们放心吧，我会加油的。
歌声啊，就像这歌词一样，万丈高楼平地起，一下子就给人们带到一个很辽阔很广大的这么一个世界。你唱得非常好，谢谢老师，有热情，而且声音也很好。我觉得你说的这十年磨一剑呢，你没有白白的历练。谢谢老师。也就是经过这十年呢，你今天在舞台上表现非常成熟，而且这个歌呢也是唱得非常好。这首歌的改编和配器你知道是哪位吗？是咱们冯老师。对，就是冯小泉老师，是吧？吹笛子他用心，他编这个曲子也用心。从一开始那一声啊，高亢的嘹亮的笛声叫，到唱到中间还加了一段说唱，这样就有对比有层次，而且把要唱的内容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你唱的也很好，这个曲子改编的也好，当然这个歌的老底子好啊，这陕北的民歌多精彩啊。而且当时的编曲的人民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没有真情唱不出这样的真歌。所以原来的民歌也好，小泉改的也好，你唱的也好。谢谢老师。你唱的非常有嘹亮。我呢提一个小建议啊，你如果要是穿上就是那种裤子式带裤子的陕北服装，然后你再别个腰鼓，中间那一段说唱边说再边舞动一下，这样这个舞台上啊就更加饱满和丰富。如果真正向陕北说书靠近，用方言说更有味道可能。对，袁老师说得好。对，老师说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样就能够锦上添花啊。谢谢。总之嗓音非常嘹亮啊。谢谢老师。他刚才在点评你，小泉老师，他说你说得好。谢谢。你刚刚有一段正好唱到领袖啊，我们正好想看那种比较激动的情绪的时候，你突然跑去跟观众招手，就是可能是因为平时演出的一个习惯。我还是觉得在比赛的舞台上还是应该把你所有的情绪和表演跟歌曲更融合，这样会更完美。对，谢谢老师。谢谢。你没有说我说的非常好。老师说的非常好。比冯小泉老师说的也好。终于见到本人了，特别的激动，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就是老师们说的非常好。老师们说的非常好，谢谢。谢谢你。